对，起，方子，红色的举起来，红方得分，蓝色的旗举起来，蓝方得分。网下有个劈砍，砍到了对手的头部。哦，连续的转身，看这个双手武器在这个手上。你看，起，方子，哪一种击法能够在实际的这个对制定？哦，这是一个舍身的动作。对，这时候捅到一个洞，哇，这边。的时候啊，就真的是因为兵器通过甩的这个动作是速度非常的快。快啊，那经过三分钟的这个较量，那谁胜谁负可以很明显。对，基本是蓝方只砍中了对手一次，而红方是有多次的命中，是比较多的。这是刚才的一个舍身的动作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制定后，这是一个舍身的动作。对。这时候捅到一个洞，哇，这边。